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看第三节，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作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直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作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藉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那一邦肯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
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轮到柱子同海盘座并盛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努略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就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片人押索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截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截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门，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争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截断了。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截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截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截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啊，
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方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雅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直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马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自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作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迎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坐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
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雅的儿子阿哈，并马西雅的儿子西底加，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藉这二人祷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加和阿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作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希南人是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玛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枷枷住，用锁锁住。现在阿拿特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希兰人是玛雅说，因为是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依靠方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希兰人是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三十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
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么？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合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截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作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正尽，却不将你灭绝正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不罚你或作以你为无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前果。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或作理会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号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锡安，无人来探问或作理会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岗，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建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看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列路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耶利米书第31章。耶和华说，那时我必作以色列国家的神，他们必作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或作从远方。耶和华向以色列原文作我，显然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民原文作处女，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石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叛别，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原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马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作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听见以法莲
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么？是可喜悦的孩子么？我每逢责备他，仍心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暖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以色列民啊，民与民作处女，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城邑。背道的民啊，民与民作女子，你返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做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于；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教着睡得香甜。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各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翻滚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
量度上天，寻察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兰叶流直到各门，准城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勒山，又转到哥亚抛尸的泉谷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给伦溪，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耶利米书第32章。由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争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阿拿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来，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阿拿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阿拿达的那块地，平了17舍客勒银子给他。我在契上划押，将契封针，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针的那一张和闯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划押作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禄，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禄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针的和闯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禄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
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量，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啊，敌人已经来到，族女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么？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力烧香，向别神焦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尽以手所作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因乱子谷建筑巴力的幽坛，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怒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
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自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划押，将契封针，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人要与加勒底人争战，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他们的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看啊，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除净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重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
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生畜之地，并其中所有的城邑，必再有牧人的住处，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从扫典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么？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异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例，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耶利米书第三十四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啊，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
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各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作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作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认为仆婢。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各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各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认为仆婢。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各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暂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耶利米书第三十五章。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
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洗尼雅的孙子、雅利米雅的儿子、雅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兰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阿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耶利米书第3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各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录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各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录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马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沙番的孙子基马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马、士玛雅的儿子帝莱雅、阿格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马利亚、哈拿利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录向百姓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士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由底到巴录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录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观，对巴录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他们问巴录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巴录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录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
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麻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邮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麻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邮底念了三四篇，画着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神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帝莱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或作王的儿子耶拉灭和阿斯列的儿子西莱亚，并阿伯迭的儿子士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录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录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生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神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耶利米书第三十七章。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作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直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王打发士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花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是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
听见他们的风声，就不认，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由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得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争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各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不认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集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雅，是哈拿尼亚的孙子，是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雅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戒到首领那里，首领怒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民事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者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民事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耶利米书第38章。约坦的儿子是法提雅，巴斯户尔的儿子基大利，是利米雅的儿子尤甲，马基雅的儿子巴士户尔，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
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或作王的儿子马基雅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是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聚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格子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么？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
由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于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耶利米书第三十九章。由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涉、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涉、拉麦，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由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阿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和尼
到沙斯班、拉撒力、尼甲、沙利涉、拉麦，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员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大希金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四十章。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马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啊，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作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那里合宜，就可以上那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作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尼、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兰和约拿丹、丹户灭的儿子西莱亚，并尼陀法人以肥的众子马加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
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之后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希金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耶利米书第四十一章。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希金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希金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第二天，有八十人从士剑和士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出米斯巴迎接他们，除酒除哭，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希金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到了城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就将他们杀了，抛在坑中。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麦藏在田间。于是他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以实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这坑是从前阿撒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将那些被杀的人
填满了坑。以实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仍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交给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的，都老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老了，他们要往亚门人那里去。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争战，在基片的大水旁，或作大水池旁遇见他。以实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就都欢喜。这样，以实玛利从米斯巴所老去的众人都转身归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哈兰的手，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亚希金的儿子基大利，从米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兵丁、妇女、孩童、太监掳到基片之后，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带到靠近百利行的金罕寓，或作基罗特金罕住下，要进入埃及去。因为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亚希金的儿子基大利，约哈兰惧怕加勒底人。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撒尼亚，耶撒尼亚又名阿撒利亚，见四十三章二节，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作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作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和同着他的众军长
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雨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角声，也不知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耶利米书第四十三章。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阿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
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录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匿。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在达比匿，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匿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障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老去，他要得原文作披上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白示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匿、罗弗、巴剔罗境内的犹大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作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
由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就是因你们手所作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么？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念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意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刀灭绝，必在埃及地扶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些住在埃及地巴剔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命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浇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浇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浇奠祭，作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浇奠祭，是爱乎我们的丈夫么？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么？耶和华因你们所作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
都口中说，手里作，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浇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合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录，原文作你，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斯，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用快跑的逃避，不要用勇士逃脱，或作快跑的不能逃避，
勇士不能逃脱。他们在北方伯拉河边叛跌扶倒，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吧，车辆急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弗人，又作吕比亚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埃及的民啊，民如民作处女，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徒然不得自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齐跌倒。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轮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夺，报告在罗弗达比匿，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使多人叛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不过是个声音，或作已经败亡。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与民作他来的势派，必像他薄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住在埃及的民啊，民如民作女子，要预备老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罗弗必成为荒场，且被销毁，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毁灭或作牛亡，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齐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行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沉拆或作穿不过，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埃及的民，民如民作女子，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罗的亚门，
埃及尊大之神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正尽，却不将你灭绝正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不罚你或作以你为无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法老攻击加撒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日的河，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号，听见敌人壮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余剩的人。加撒成了刚突，平原中所剩的阿实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啊，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朝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阿实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希实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面啊，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河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或作家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想老希波随走随哭，因为在河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稻丛。
你因倚靠自己所作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末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末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啊，民如民作女子，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宝藏。住阿罗尔的啊，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号呼喊，要在阿乱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雅集、米法押、底本、尼波、白低比拉泰音、基列亭、白加末、白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角砍断了，摩押的棒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套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啊，你不曾嗤笑以色列么？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岩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号，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
哈列切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雅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雅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踩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原文作那欢呼却不是欢呼。希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雅集，从所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斯利斯亚，因为宁临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幽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切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各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号，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保障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希实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希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角和控让人的头顶。摩押啊，你又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么？没有后子么？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原文作女子，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
这是耶和华说的。希实本啊，你要哀号，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啊，居民原文作女子，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号，在泥巴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背道的民啊，民原文作女子，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各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聚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么？明哲人不再有谋略么？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么？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密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存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么？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成邑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争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岳中据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所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妇道的声音
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论大马色，哈马和阿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讯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找住，如产难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必赴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消灭便哈达的宫殿。论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夏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耶和华说：夏所的居民啊，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意攻击你们。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安日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山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方原文作风，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夏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由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截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方原文作风，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和华藉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
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我的百姓作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差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作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问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像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徒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啊，你们因欢喜快乐，且像踩谷杀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抱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各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截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各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
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河景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河景荒凉。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沉着，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鲁痕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作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正尽，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锡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作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扶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啊，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扶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城邑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消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惊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习俗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种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所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看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思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攀滚。巴比伦城啊，城原文作女子，
他们骑马刀摆队伍，遇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找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立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播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俘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号，为指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各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找住盾牌。耶和华定意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作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啊，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马寨一样，
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苦库中带出风来。各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像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其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得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阿拉纳、米尼、阿实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马扎，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脊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只识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山都折断了。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道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丁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城原文作女子，好像踩谷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
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锡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留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敲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是沙克，就是巴比伦，河景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河景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河景变为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它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使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其中出去，各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他全地必然抱愧，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辅导。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辅导，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辅导。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不要暂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号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众水波浪攀滚，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
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至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由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西莱亚与王同去。西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西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啊，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山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立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院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阿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10日，在巴比伦王面前侍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老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盘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立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盘、灯台、调羹、着，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2根铜柱、1个铜海，并座下的12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爪，厚4指，是空的，为12爪。柱上有铜顶，高5爪。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96个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100石榴。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3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1个管理兵丁的官，或作太监，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7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7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犹大王约雅根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根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